霸道总裁先生您好，我本人是澎湖离岛人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在游戏中骂您，以及你的家人问候，和在你直播的时候这样骂你，我真诚深深的感到抱歉。我还年轻，血气方刚，我回头想，我在游戏中和直播中。您要做什么事，似乎也不干我的事情，我也没有权利管你的事。希望您可以多多谅解我的不对与过错，我会汲取这次的教训，我以后也不敢在网络上乱骂人。我目前16岁，我不想有法律相关，所以我本人想跟您和解，道个歉。对不起，谢谢您愿意给我一次机会修改不对的地方。我的出发点是，我当时刚下课，已经坐上了公车，时间已经6点多了，很累，想说打个传说，提个精神。结果在选角的过程当中，我有说我需要的角色。但您进到我需要的角色，我心里想说，就想说，干，我有说了，你却要进我的角色，欠喷是不是？后面我就做出骂您和您家人的话，但我不知道您是否人在不在，可能人是去上厕所。您说您要告我的时候，我有点不相信。您后面有说，您在直播中，我人突然傻住了，我就有去看直播，心里很紧张，紧张到晚上睡不太好，到今天也是很紧张。我早上看了一下您的影片，YouTube，您真的去告了，我就马上来联系您，做个道歉。我的名字由来是 HKA 战队的，我是因为很喜欢他们，所以我才会去改变成 HKA 的名字。我为什么想骂您的家人？因为当时很累，看到您进我需要的角色，我心里就很火，然后我头脑一直想谁家人怎么样了。所以我才会做出骂您家人的事，我真的很抱歉，让您那么火，我真的很感到抱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霸道总裁，对不起。